聊天室表脑好棒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你们可以看到，今天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，一位是我们金牌热扛把子妮妮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没错，他说最近呢要认真的开直播，所以大家可以去 Twitch 看他。对，好，监督我。第二个，我跟你说，游戏界 YT 天花板之一一哥，可以了，小雪。真的，昨天你下次早一点跟我说。好，对不起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这个 U 弧梯，也就是我们的潮梯啦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终于要出东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是一种 vlog 的路线 ，vlog 就是轻松自在。然后让你们看一下我们私底下都是怎么拍照的。OK，Let's go。我想问一下，U 弧梯为什么想要做U 弧梯啊？因为那个 Marky 说，我从出道现在五月又八年嘛，就是当游戏实况主一路走到今天，然后他觉得我没有自己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东西，那我觉得在台湾就是这一路走来，其实可能我偏孤单，然后宠物给我的力量很大，所以呢。U 弧是我在台湾养的狗狗，然后我就想要把它做成 T 恤，然后很帅的样子，还有带那种 hip hop gang 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就是潮潮的，重点它还有抽烟。那我有一个战队叫做 HOT Honey Team， 然后他们是灌篮高手的战队，所以我就偷偷把 So Hot 打在那个烟上面，也结合一点就是我之前在 LA 的那种感觉吧。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一个潮流人士之类的吗？我很潮，我本来就很潮，好不好？有吗？有没有态度吗？那个潮流人士怎么讲？有吗？我觉得你在，你是斜咖吧？哎、欸，我才不做搞笑女，我真的很正经，好，认真的三连拍，潮流人士。好，来，一，二，潮流人士。三，好不潮流哦！这根本是展场里面的人是吧？那你。I can never die, got a lit spirit. Billy on my mind, 99 digits. Cheated one easy, now we know limit. 请问潮流的诀窍是什么呢？诀窍。打鸡养巴掌。这个是严总。可以笑了，可以笑了。好，换个动作。去那边。你说这边前面蹲着。对，你要压肩，然后看这边。好，看我。那今天这样子户外街拍算是初体验吗？我觉得算是哎、欸。对啊，毕竟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少碰到潮流一点的东西，但我个人就是一个非常潮的东西，所以台北时装秀要不要考虑找我？分组打球喽！我不要跟他一组，我要跟许。OK， 我是菜。好，我是菜。我是
俊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我是蔡。啊，我是徐嘞，我是徐嘞。OK， 我是蔡。哇塞，你真的很没有默契啊！来，下一队。我是我啊，我是我啊。开始。可以，定球定胜负。好，因为在场都老了。他现在才投资手，是防守。防守。防守。过他，过他。过来。哇！哇，开枪！哇，这一分玩蛮久的。结束。没有，站起来。来，我帮你。碰了。有没有来？重新。哇！我是蔡篮球手。我是蔡。冠军。哎，我是许嘞。老，我是许。冠军导师。我是蔡。以后谁敢再怼他？他永远不配合我。我是蔡。我是许。我们是冠军。我是第一次拍这种，就是拍这种形象照，好吧，所以其实蛮紧张的。为什么要紧张？因为我不大会摆 pose 啊。但你，我觉得你刚刚摆的不错啊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那是你们指导的。来，是不是想买这个潮潮的衣服啊 ？OK， 各位记得潮潮的感觉，记得哦。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们是不是很喘啊？你们讲话超喘的啦。拜拜。我们要拍这福利画面哦。不是也太多人看我拍了吧？你就觉得人家合影不要看我拍东西？这样子跟衣服好像没什么关系。那你看个屁啊，你平常就可以拍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看要拉到哪里。哇！不行哎，这衣服太多了，拉不好看。哈，算了啦。阿蔡跟我讲说你接到八点。对啊。我们还有这边还有夜拍的，阿蔡跟小许八点到嘞。你不要，你的左手那边没有手，谢谢，辛苦了，今天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哦，拜拜，拜拜。